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一个能打的。他干嘛呀？你说你着急出来干嘛呢？他有意，我都说了他有意。哎呀，硬吃我一个兵经验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我就哎，又吃我一个经验，你走吧大哥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大哥，他有意。这他妈是真帮倒忙啊！我这一看呢，你浓厚的死亡气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上来还特意跟他说，我说这武器大师有异技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害怕他早点出来，我说这是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干嘛？嘿，还没有失去。嘿我的妈呀，等会儿啊，他肯定闪现要 QE 我，我们升个三就行。这波啊，我跟你们说怎么勾引他，直接往前来，小兵马上死。这就叫勾引。他看我二级没有一技能，他指定得闪现 QE 我，知道吧？感谢一下大苹果，谢谢西伯利亚小奶狼，还有二十秒开奖啊。只不过这个点盐稍微有点浪费了，我觉得。确实是有点浪费了。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。他发生了。马上升五，你那蓝不要钱是吧？走了，回家了，舒舒服服。看来只能这样出了。我的药瓶，日见知其主。这是什么锤？考菲尔德战锤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
我玩瑞文啊，我就不看你们弹幕了，我得老看他的那个 Q 技能。我不瞅你们了啊，有些老板要送飞机火箭啥的啊，这个送就送了，好吧。他发声了。要是没看见的话，就算了。这英雄就得靠技能耗。哎，就慢慢的耗他，耗的他有点难受了，我们就成功了，知道吧？现在瑞文是负 if 是负 w 呢？我这家伙，哎呀，我操，复仇焰魂儿失策了。摔快了，给我闪走了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，失败了。这不是阿法了，这是他闪走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才没有反应的时间，因为复仇焰魂马上要把我晕住了，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只有 0.3 秒。WE 对点吧。他现在他刀他都补不了，拜拜呀！我的炮车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御剑知其主。哎，这都没死，我的天哪！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这复仇焰魂咋这么膈应人呢？
他可挺烦人呢，我发现呢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多 A 他一下啊，不是 A 不 A 的问题，那寡妇我心有大，我 A 他也没有用。怎样那寡妇要是没大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上哪去？吃屎去了？这武器大师一会儿跟我耗着耗着，他指定耗不过我，你知道吧？他指定得脑淤血，我就这样卡着兵线，他也补不到刀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我也不推，我也没有提亚马特。我也不着急。我这线一空，他就没法玩。一个刀他也补不着。浓厚的死亡气息。呀。他真的他就一直在这晃，我发现了，这人就一直在这晃，只要他敢上来，我跟你们说100%这是后边有人。这是有点脑淤血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我都不知道空了多长时间了。它发生了。RW 杀他，他有意咋杀他呀？他有意不杀他，他后边有可能有寡妇。我这没闪，我把技能全交了，我就死了。继续控，你就在这晃吧。等我们压他100刀的时候，就差不多了。为了那些已经迷失的人，控队友崩了，那队友崩跟我们有啥关系？你死5分钟你崩了，你赖谁呀？那他不补刀，我也没法杀他呀，对不对？这波不控了。选择你自己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去中路，把这火蓝杀了。700块，
更大的良善。回家了，峡谷先锋给他们了。死亡之舞有没有？死亡之舞钱差点啊。有没有意？你跑不了。等个火蓝，别弹我！你俩弹呗，真是的。弹的话就你们俩弹吧。回家了，好的 ，nice， 日女儿终于像点人了，日女儿。你要上路啊，那我回中路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哎呦我操。哎呦，27滴血没死掉，差了点虚区啊。这耗子这么肥吗？这耗子不应该呀，这耗子怎么能没打死呢？下件装备来个血手吧。我怎么没 A？ 我 A 了，刚才我 A 了，我刚肯定 A 了，我就是特意最后一个平 A 接一个 R， 然后我死了，那耗子没死。这让他们守吧，我们把下一塔给拆了。这一个塔没拔掉，那能行吗？这家里都遭殃了呀，快点拆啊，拆完赶紧回家。
车之剑，后车之师。没大呀，这也没法追呀。哟，哎呦我操你的哥了，我让人给玩了，我有点难受啊。好多闪现啊！去杀武器解气去，武器大师不太用杀。不能再带了啊，再带要死了，看看大龙丢没丢。这波你们是四打二啊，这你们要再打不过我真是无话可说。我们赌一手这耗子会过来啊，在这等他。呀、yeah? 打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看这火蓝能杀不？Nice， 小龙兄弟们。好，往哪里跑？跑肯定是跑不掉的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，回家了。差一件春哥，哎，这绿文怎么少件装备呢？还差点什么装备？振奋吗？把耗子杀了，然后把龙拿了，兄弟们。夜印之风啊，那小黄毛怎么去下路了呢？我们可以打大龙啊，这不奠定胜局了吗？
真的是。把上路拆了试试能不能拆了。嗯，快点看看大龙有没有。嗨呀，本来刚才我们能拿大龙的，守一下吧。水银可以，我们可以来个水银。不追了，走。这么能闪，我操！守一波，那狐狸都没在，等下边小龙跟他们打吧。像这个时候你知道吧，就应该跟对面拖一拖。你像这种我又没闪，然后呢对面又大龙 buff， 对面越塔了。哎，这 Q 不应该中的呀，这个 Q， 哎呀，这 Q 怎么中了呢？本来我以为这火蓝没技能，我回头秀他一波，你知道吧？躲躲他技能，这波 不对劲，哎呀，这波不对劲呢。这波应该先躲他两个技能，然后再把他杀了回头。不对劲，没玩好。带个这个吧。水银弯刀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好用。怎么感觉瑞文的 E 技能好像被削了呀？五秒钟冷却吗？我记得三秒一个 E 啊。
他可能要闪现啊。跟我赛跑啊，你是在跟我赛跑吗？哎呦我操，嗯，这家伙你那能让他跑了吗？回家。2100，差1000块钱呢，差的有点多呀。这波我们把火蓝单个击杀很重要啊，相当重要了，这是一波转折点。算了，用大德了。哎，耗着死了，可以。这大龙我们拿了，拿大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不打人，这就打人。哎呀，也行吧。丁啊，丁可不行啊，兄弟，别追了，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蓝枪死了，也但也能打，把大龙打了来。打完大龙拿小龙。这狐狸别死了呀，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哎呀，烦死呀。打龙，好的，小龙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让他勾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打谁谁闪，谁到了？那那老些闪现，这就是啥你知道吧？这就是队友他逼不出来技能。救命救命救命，快救救。先把耗子给我杀了，再把寡妇给我杀了，这波我们就不亏。推中路，不是推下路，拆他一路高地。龙魂没了呀，算了，走吧，不太好打呀，兄弟呀、啊。
没事，死死吧。我们应该能活到我们家，就是兵线到我们家基地，没事，我们有大龙 buff， 死死吧。这边死了，没什么资源可以拿的，没关系。我本来我都要走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日女儿回头了，我寻思回头，那我到底是干还是不干？我想了一下，要不干吧。上当了，差点装备，差点什么装备呢？头盔，头盔也加死冷却，不合适呀、啊！我已经45了。不行，我来个轻雨吧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这怎么真的他妈打谁谁闪现？我操了，那么家怎么那么多闪现呢？我这闪现6分钟一个，他们家闪现几分钟一个？5分钟。那火蓝没闪现。月剑知其主。2900血出这个收益不大。这个呀。这个我为了35%护甲穿透啊，不是这个这明白吗？我操你哥了！他妈这么多闪现！能一波不？发财了！来大龙，我们记着点，火蓝没闪现了。泰坦没有闪现，寡妇没闪现，现在就这个蒿子跟这个武器大师，他不知道有没有闪现。武器大师都差一件了。大龙，白送。快去快去！我已经流浪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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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家打不了那么快，那是个远古龙。我们直接往里冲啊！我们有水银，没关系。Nice， 拿下！给我追远古龙 buff， 给我使劲追！还剩个武器，好脆呀、啊！这绿纹，我这绿纹咋这么脆呢？把 E 交了，往这边 E， 他指定从右边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从家里出来，不可能从左边出来，指定从右边出来。